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你看看那个药王菩萨本视频，那个《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他为了求佛道啊，把自己这个身体用香油棉花来缠好了，用它来做灯点，来供养于佛，为了求法，把自己的生命都布施给佛，所以这样子，这才是真精进，这才是真法供养，这样子才能啊速成佛道。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为救度众生舍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生命，所以说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上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不是啊十方诸佛过去啊舍生生命处，都是佛呀舍弃他的生命来为他教化众生，所以才说是啊须有大勇健，勇健也就是啊自强不息啊。在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个健也就是健康，也就是刚健啊，刚强健康这么样的解法。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常常应该自强不息，这就是勇健。你能自强不息就是勇健，所以说稀有大勇健，无量诸如来呀，谁是稀有大勇健呢？就是无量诸如来，无量诸如来都是稀有大勇健的。在过去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自强不息的，都是啊勤求精进啊不惜生命来啊求佛道。离垢心解脱，你能大勇健能离垢，离垢就离一切的尘垢，心解脱就是离开这个二障啊，离垢心解脱是离开两种障。什么叫两种障呢？就是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也就是个我执，所知障也就是个法执。你没有法执了，
就把所知障破了。你没有烦恼，没有这个我执了，就把这个烦恼障破了。但是这说是很容易的，行是不容易的。离垢，离开这个所知障和烦恼障，离开这个烦恼障，就心得到解脱了。离开所知障，那个所知障也就是那个分别，分别我执，法执，那个分别所知，那个知就是所知障。你要到那个知上了，就没有所知障了。那个本有的智慧，能照了一切法，诸法实相，他都明白。你能力离开我执，离开法执，把这个所知障也破了，烦恼障也破了。这也是一个大勇健才能这样，也是啊，那个君子自强不息的人才能这样。自度能度彼，能以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都破了，你这是自度了。你既然自度啊，你又能以自度这个法来度的其他人，来度彼啊，这就是啊，自利利他，自脚脚他，自度度他，这是行菩萨道的人应该赶快修行得到的这种力量。见世间灯，若是不颠倒，如遇无量劫，即智者所见，善慧菩萨他赞叹佛赞叹法所说的偈颂。他说呀，我见世间灯，这个世间灯啊，也就是佛。佛是世出世间的灯，为三界做灯明，破除三界的黑暗。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叫三界。佛是世出世间的灯啊，照破三界的黑暗，令三界众生啊都得到光明。所以啊，说我见世间灯，就是我见的佛，如实不颠倒。如就是真如，实就是实相啊。说我见佛呀，这个真如实相的离体不会颠倒，没有颠倒了。因为没有颠倒，所以就不颠倒了。如遇无量劫，佛的境界真如实相的离体，他这种真如的如如不动这种境界，与无量劫它不是一个时候，这个如是时时如，时时自在，这个如也就是自在，时时自在，时时如。所以在无量劫呀，常常是寂然不动的，是感而随通的。所以说如遇无量劫，即智者所见，这是啊广修智慧方便的人
啊，他所明白的这种道理，人呢修道不容易遇着佛菩萨和正果的恶罗汉和一切的善知识，有的时候就遇着也不认识，等过去了认识也晚了，这都叫我当面错过，交背失职。我在东北的时候到这个交河县那个雷法山，听见呢那个山上的老修行讲过这么样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游山的人到山上去玩，到山上玩，走在这个山上啊，就见到两个有白胡子的老年人在那一个石洞里边呢下棋，下棋他在那看看，然后啊他也想进这个洞里头啊，这两个老年人呢就说啊，你一个凡夫啊，你不能进来，你不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用手一指呢这个洞门就关上了，关上就是两块石头合成一个了，合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游山的这个人一看这样子，知道这两个人呢一定是圣人了，于是乎就在这个洞门口这地方就跪着，很诚心的在那跪。怎么样证明他诚心呢？他在那跪死了，跪死那个地方，可是跪死了这个石头门也没有开，于是乎一般人呢就把这个人这个尸首就埋到那个洞门口那个地方。这个洞门呢就是像一个石壁一样，咱们那个地下边呢有一个坟啊。他们告诉我这个故事，我想啊，这人求道啊的确是不容易的。你看以那样的诚心跪死洞门口那地方啊，这个洞门也没有开，你说这是不是啊太愚痴了呢？回着这个人的精神已经呢到那个洞里边去了，这两个圣人呢啊收他做徒弟了，也不一定。所以啊，不求大道出迷途，这个大道出迷途，辜负贤才其丈夫，把这个生来呀、有的智慧很好的一个材料，哎，光阴都空过了，这不是大丈夫的所谓。你就当活一百年，也好像电光石火似的。所以说，百岁光阴石火少，好像个电光石火那么快。一生身似水泡芙，这一生啊。这个身世好像这个水呀、用水泡着似的，像个水泡在那个水上浮着似的。你就有什么啊？七财撇下非君有，罪孽将行难自欺，试问堆金等山药，无常埋得不来无。七财，你呀、就是有什么妻子啊，有什么财产呢、
到死的时候都撇下了，不是自己的了，那个罪业跟着自己去了，罪业讲行难自欺，你自己不能欺骗自己。试问堆金等山药，试问一问呢，这个堆金济玉的好像山那么多，这个金玉无常买得不来无，你能不能把那个无常鬼买的他不来抓你叫你死去，办不到的。所以啊，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入世观。一切凡夫行莫不入鬼境，其性入虚空，故说无有尽。一切凡夫行，这就包括着过去的众生、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这一切没有正果的人都叫凡夫。所谓凡夫虚子，他的行为莫不速归尽，没有啊哪一个凡夫他能啊常在的，这就是一个无常。速归尽就是无常了，所有的凡夫没有正果都是无常的，是生灭的。那么这个凡夫啊，虽然是凡夫，但是他的性本性啊都是有佛性的啊，其性入虚空，虚空也就是佛性啊。所谓自性入虚空，真王在其中，物彻本来体，一通一切通。凡夫也好，圣人也好，都是具足佛性的，佛性是一样的，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不增不减的啊。这个自性也就是佛性，佛性也就是自性，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因为我们是具足佛性的。佛性是什么样啊？佛性就和虚空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自性入虚空，在虚空里头，真空里头有妙有，妙有里头也有真空，真空不外妙有，妙有也不外真空啊。所以说真网在其中，在这个佛性里头有真有网啊。你悟彻本来体，你要明白呀，本来自性啊是和虚空一样的，一通一切通。你一样明白了，样样都明白了啊。所谓得一万事毕，俺们人呢都没有得到这个一，你要得到一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是大事已毕。所以说一通一切通，你一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故说无有尽。因为啊，这佛性像虚空似的，虚空什么时候会有穷尽呢？没有穷尽的啊。所以啊，俺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因为这样子，咱们人人呢，你要修行就能成佛，
你要不修行当然就不会成佛了啊。所以啊，咱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要勇猛精进去修行去。智者说无尽，此以无所说，自性无尽故，得有难思尽。这个虚空啊，它也没有一个尽，也没有一个不尽。因为什么没有一个尽呢？它虚空啊，它怎么会有尽？没有一个不尽啊，它因为是虚空，为什么它有尽？所以也没有一个尽，也没有一个不尽，也没有一个了，也没有一个不了啊。所以说智者说无尽啊，有智慧的人呢就说虚空是无尽啊。这个无尽就是说的妙有，那么这个虚空里头有妙有，真空里头有妙有，此以无所说。在这个没有尽没有不尽这个境界上啊，你说不出来什么，你能说出个什么来啊？你说有它又不是有，你说空它又不空，为什么你说有它不是有呢？啊，你说有的时候你看不见，因为它是妙有啊。你说空的时候它又不空，它也有个妙有，你说它是空它有妙有，妙有你又看不见，又是个真空。所以啊，在这个无尽无不尽这种境界上啊，你无所说，你啊不立文字，在这个情形这个时候啊，还是啊前几天讲那个道理啊，说不出来的。自性无尽故，因为啊自性在虚空里头啊就是个妙有。为什么真空里头有妙有？就是佛性，那佛性它是啊无尽的。得有难思尽，因为这个所以啊才可以说是啊不可思议的这种无尽啊。你说它长也不是长，你说它断也不是断啊，那个无常也是个断啊。你说它长啊，这个外道啊以为涅槃是长，涅槃也不是长啊。所以啊啊，不是长不是断，不落于这个二边的偏见，所以说是不可思议这种无尽。所说无尽中众生不可得，知众生性耳，在见大明成。所说无尽中无众生可得，知众生性耳，在见大明成。所说就是所说的这个无尽中，就是所说的这个虚空无尽无不尽这个你不能说一个有尽，也不能说一个无尽。你要说它有尽，它虚空怎么会有尽？你要说它无尽那它虚空怎么又会有个无尽？所以啊，这个中道离体是不断不长的无众生可得。要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啊，没有众生啊可得没有众生可得。怎么说没有众生可得呢因为是虚空嘛，就是连众生也不可得了。知众生性耳，你要知道众生啊本来也是空的他的
性啊也是空的，没有一个众生可得。你能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到那个本来的佛性那个离体上了。再见大明成，你要能以啊悟得这种的道理，你就常常啊和佛呀、啊、见面的，你常常啊和佛呀、啊住在一个房子里头，穿佛所穿的衣服啊，坐佛所坐的这个座位，时时刻刻啊你都啊与这个佛啊不离开的。这头的人又要讲佛法了啊，睡着的他听我说这句话他也不会抬头的，头也抬不起来，没有睡着的听这句话一定就把头抬起来啊，就不会低着头了，更明白了。这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咱们讨论那个问题啊。要是佛设心念为这个老虎，这个老虎这个事儿能要对呀，要是他是这个菩萨，嗯，你要不要吃这个菩萨？嗯，我吃这个人啊，什么？啊，你是吃素的人呢？吃素，你吃那歪吃的不？你吃蔬菜也有生命。你没听说现在有人问这个问题吗 ？Ask this question， 嗯？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蔬菜都有生命，有感觉，你吃蔬菜就是吃了很多的生命。他说你吃米，这一粒米就有一个生命啊，其实那一粒米里头不知有多少生命，那要论生命来讲啊，你把那个米分开磨成粉呢，你把它放到那个有水的地方，会出来水，很多生命，这化生胎卵湿化湿生化生，这有很多的啊。你要知道这个虎吃这个菩萨，这虎也是个菩萨，菩萨才能吃菩萨，并且佛呀是舍身喂虎，他把他身体愿意布施给这个老虎，不是那个老虎来把他硬拿去吃的。那么他愿意布施，这你自己愿意给这个老虎吃，那老虎有没有罪的？自己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你懂吗？嗯，要是他没有当 dislisting 啊，这个菩萨事先没有和这个老虎约定。Tiger sunlisting 说是你可以吃我，那老虎是有罪的。不是自己说 self like 我要把自己布施给你 my body to you eating， 你可以吃我。Okay,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懂了没有？啊，所以美国这个法律，啊，你就是无论什么你自己愿意的，这都可以的，都合法的。你自己要不愿意的，这不合法了。嗯，你自己愿意的都是合法的。You don't like， 你自己不愿意的就不合法。If， 不能是被迫的。Doing， 譬如你学佛法。啊，是要自己愿意学，不是别人强迫你学的。三位，他们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在微博应该说，如果他愿意说我替你受火报，那是可以。如果你忏悔，没有哪一个佛菩萨，说我替你受果报，这个果报你要忏悔真了，果报可以消灭，弥天大罪一悔便消，你有再大的罪，你能忏悔就可以消灭。忏悔呢，好像有的对大众来忏悔，有的对佛前忏悔，有的对师长的面前忏悔，这个种种的忏悔，忏悔就是改过迁善，改过自新，把以前所做的就像昨天死了似的，以后的呢事情就像今天在一个牛栏。无见说为见，无声说众生，绕见绕众生，了知无体性，在这个真如实相，不可说不可说，这种的境界上，所以说无见说为见，这种境界无见也没有不见。那么按照一般的凡夫的知见来说，这个见无声说众生，本来没有众生可得，都像啊虚空似的。这种的理论，或者说这个见，或者说这个众生，了知无体性。你要真明了了，这一切一切都是啊，犹如虚空，没有一个实体。相见和所见，见得系出浅，不坏于真法，此人了知佛。能见的这个见性和所见的这个物，这个能见和所见，见得系出浅，把这种的见解都没有了，没有这能见所见，那就是如如不动的法的本体。所以说把这个能见和所见这种的见都不要了，它它现出啊这个如如的离体，不坏于真法。能这样的见，就把能见所见都空了，有为法和无为法也都空了，有漏和无漏也都空了，把这个一切的执着都没有了，这才是啊真正的法界的离体，此人了知佛。咱们人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个法的本体，证到这个实相无相的道理，
就因为有这个能见和所见，有这种执照，所以啊就不能契合这个真实的离体，也不能见得佛。你要能契合真本来真法性，这个人呢也就明白佛的境界和佛的道理。绕人了知佛，即佛所说法，才能照世间入佛如所能。假设人要能啊明白佛这种境界和佛所说的这个全巧方便的法门，就是啊佛所说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才能照世间。这样的人呢，他的智慧光明能啊把这个世间的一切黑暗是吧照破了，入佛如舍挪啊，也就好像啊佛那种清净法身遍满一切处，圆满无碍，这个卢舍挪佛的法身一样。了善开示，一法清净道，精进会大事，言说无量法，绕有绕无有，彼想皆除灭，入世能见佛，安住于实际。正角就是啊释迦牟尼佛，佛是正等正角，无上正等正角。善开示，这善于啊用玄巧方便言说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种的毛病，依法清净道。这个善于开示啊，用这个全巧方便的法门啊，最后呢演说一乘的佛道，所以叫依法清净道啊。这依法本来依法也不利，就是那个清净本源啊，妙真如性，精进会大事。前面那个东南方那一位啊，精进会的大菩萨大士，这个大菩萨言说无量法，他呀一经言说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方便法，绕有绕无有，
或者呀是有尽的，或者是啊无有尽的，或者是有漏，或者是无漏啊，或者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彼想皆除灭，这一切的想念都除灭了，返本还原，现出这个清净本源妙真如性的本体，入师能见佛。像这个一个妄想也没有了，一念也不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念不生全体现，全体现也就是见佛了。安住于实际呀、啊，他常住在这个常寂光净净度啊，这个真实的这种啊境界上，啊，正得呀这个实相的离体，明白一切法没有少法生，也没有少法灭，啊。即这个生灭法了悟这个不生灭法，这是智慧菩萨成佛为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我闻最圣教，即生智慧光，普照十方界，世间一切佛，此中无少物，但有假名字，要即有我人，再为入显道。在前边呢，这个东南方善慧菩萨，他称赞这个东北方精进慧菩萨，之后他说完了啊，他所要说的这个寄送，他所得到的这种境界，这种方便法门，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西南方这个智慧菩萨，他也从坐而起，成佛为力，扬成道啊佛的这个威神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普遍观察十方众生的因缘和根性，而呢用这个寄颂啊来表达出来。这个智慧菩萨，智慧梵语叫般若，这个般若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有这个文字般若来起这个观照般若，有观照般若器物这个实相般若。那么这一位菩萨现在所说这个寄颂，也就是啊这种道理，我闻最圣教啊，这个智慧菩萨他说啊，我听见这个最圣的佛教，佛所说的教，
这个教就是以文字为教体啊，要有文字来代表它。既生智慧光，既生啊，它这就起了观照般若了，起观照般若，那么现出智慧光明，这就啊契合实相的般若，哎呀，有智慧的光明，普照十方界。这种啊实相的般若，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才是要、普照于十方，普照十方界。这种智慧光明啊，这种的实相般若是啊照天照地，普照一切的万物，普照十方法界啊，世间一切佛。因为有这种智慧光明了，所以啊世间一切佛和一切佛都合二为一了啊，也就是弃诸佛所证的那个如如的离体，四中无少物。这是说这个世界上本来是空，就因为啊众生的执着，才呀有这个有为法。六祖大师所说的菩提本无树，宁静已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嗯，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此中无少物，什么也没有，但有假名字，只有一个假名而已。要即有我人，假设你要是说一定是有我又有人，这就又有了众生，又有了受者了。你要这么样子想的话，才为入显道啊。这就啊一天会比一天的危险，一天比一天的迷，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忽然二天，忽然二地，忽然二恶鬼，忽然二畜生，忽然而修罗，忽然而人道。那么这样子啊就很危险的。怎么样危险？就因为你啊只招我，只招人，只招众生，只招受者，在这个没有一切的真实的地方，你只为真实，你即为真实啊，你想它是真实，所以啊这就是啊众生的颠倒相啊。因为他们颠倒，所以就入了显道了啊，就是啊很危险，很不容易啊，出离这个三界。你有人有问题啊？说如说如是哦。这不是什么一定的，这如舍罗，他这个就是说的佛，他不过。
那么顺着那个音那么那么样说，你讲清净法身也可以，讲圆满报身也可以，卢舍那佛是圆满报身，嗯，这个《华严经》的经文呢，它是很广的意思，你怎么讲都可以的，不一定只照那个文字，它意味无量，无量为一，这个境界，你怎么讲怎么有道理。我现在呀，答复你那天问哪个问题？有的人说是啊，人吃这个畜生就会变畜生，那么畜生要吃人会不会变人呢？假如这个人愿意给他吃，想供养这个畜生，或者像释迦牟尼佛舍身喂虎那样，那个老虎啊不但没有罪，而且或者就会去做人了。